哎，这一半，你看，可以到这里来画，也可以到这里画，也可以到这里，还什么？这下又遮住了一个侧面，啊，这怎么画嘛？侧面看也是很小一点点，哦，所以这种画画画变化就很多的了，啊、哦，变化就很多的了。你看，像这张，就是这个，你看这边和这边，那边那个，啊、哦，这个是下去的。这两张又是这一起，你看这张又是这一点点，啊，那还有没得把这个遮住了啊？把这个遮住，就看一下细细的叶子啊，这样子。这一节属于草本，这一节属于木本，这两个节合拢的地方，哦，那和刚才样的合拢的地方，这里加点稍微浓，比那个浓一点点的墨，把它砌起来，啊，把它砌起来，这两个东西呢，就是不要两个样长，这个矮，这个就高点点，啊、哦，这个矮，这个高点点，啊、哦，这是。这两片一直一样的，它本身这个花在这个就是那个包岛的，这一展开来，出去了变成花，啊，你看这个背倒回来，
压实，倒回来压实去成这种状况，稍微浓一点点的摸，那你看这边短，这边又长，这边短，这边就长，你看，就这样子，哦，本来这个包到的，这里出来以后长花，所以这两个再打开的，哦。要注意到哦，这个酒茎够长一点点，因为这个叶子很长了，哦，这个也够长一点点。